大家好，我是幻灯门模型测第116集。我们家介绍是 Seven 小七推出的全新商品九达尼超跑精品的1:43八大车经典模型收藏。好，这个九达尼超跑精品工坊是位于力宝赛车场里面的一间模型店，它是专门贩卖知名赛车品牌的精品，有 BMW、Ferrari、奥迪等品牌授权的赛车。然后目录第一页进入眼就是我们的兰博基尼 SVJ， 我可以看到它这个帅气的图案，啊，这是模型车本人。然后再来就是 BMW M6 GT3， 还有 Ford 的 GT， 然后它这个特色就是每一台都可以开门。好，以上就是他推出的这些车款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介绍车的就是 BMW M6 GT3， 然后这里有介绍一下这个 M6 GT3 车队的这个故事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好像每一台车外面都有附这个亚克力的盒子，收集到之后可以把很多台叠在一起当作欣赏。我聊他每一个盒子后面都有一个专属的背景图，然后这一台 BMW 是左上角一个 BMW 标志，然后是这个赛车格子。然后这个整体是主打这个赛道里面的赛车，所以它是用一般的街车来做改装的。然后可以看到整体的涂装就是 BMW 三元素浅蓝、深蓝还有红，专属 BMW 线条。然后前面就是 BMW 特有的特征，这个大鼻孔。然后整体做一个低底盘化，前面有这个空力套件组、侧裙，然后还有刀片都有做出来。然后它的赛车号码是一号。然后这个线条都是从引擎盖到车尾都有。然后右下方还有一个小小的米其林赞助标商。然后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卡缝的尾翼。然后从侧面看，可以看到它有做出这个宽体的部分。然后它的尾翼上面有印一个 M6 GT3， 然后它的每一台设计都是可以开车门，然后它内装做的是这个赛车筒还有专用的赛车方向盘，然后只有一人坐的赛车。然后底盘都有做这个碳纤维化的这个样式，那每一台车都有做出这个回力的功能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 Seven 推出的九打你精品烧跑1:43的 BMW M6 GT3 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